这个丑画师在这看着顺眼多了，这些人奇形怪状的。姑娘说话可要留神啊，在这儿要比人的地位高。哎，孔子，游戏开始了，走吧。走啊。以前有热闹可以看了，这位云公子要和五毒兽玩一玩。哎，就是这位五毒。诸位，诸位先行下注，我去请五毒兽。哦，这小子看着弱不禁风的样子，我肯定下五毒啊。不管谁来我都下五毒。对，五毒肯定赢。五毒肯定赢。给我，我们还是走吧。没感受到杀气，没事。等会我上去打五毒兽的时候，你们赶紧溜上去去找藏书。五毒！他们在叫什么？是点到为止了。哈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大妖怪，原来就是一个小怪葫芦。你这个要说的话呢？走，快来！谁先趴下，算谁输。啊，对。下注完成，即可开始。我原以为我凤二最是痴情，没想到这小子为个姑娘还真能不要命。天河是为了让我们长叔才和五毒兽打的，我们越快他越不吃亏。